成吉思汗庙坐落于乌兰浩特市北端的寒山之巅，始建于1940年，于1944年竣工，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惯用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手法，融合了蒙汉藏三个民族特色的建筑，圆顶方身，绿帽白墙，外廊呈山字形，三山九顶错落有致，极为富有特色。正殿中央呢，共有高2.8米的成吉思汗铜像，四周会有成吉思汗生平的故事图案。这里是全世界唯一一处为纪念成吉思汗而建立的寺庙。